现在毒品的下落究竟是什么？我想要知道，就是说，就这个郑姓的这名调查员，郑姓这名菜鸟，他现在目前的调查进度是什么？有没有突破？还是他继续坚持他原本的说法，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现在这个郑姓菜鸟人在哪里？你告诉我，谁在负责侦办？他人现在在哪里？郑姓菜鸟还在基站呢。已经事隔一年了，任何的证据都已经早就湮灭了。第二个，毒品也已经不知道，搞不好都被吸完了嘛，很夸张哎！这些主管还有郑姓菜鸟，现在都还在正常上班。贫穷行得不能明。兄贫得心难平，是非曲直终有人，陷入道条失信行。主席，先请调查局长。麻烦请吕局长。这位也好。局长，虽然明天会有专案报告，但是明天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关切哈。那今天就要先问，那么明天的专案报告呢，针对这一次基隆站这个行业调查处所发生的这个非常重大的疏失哦，有高达6公斤多的毒品居然下落不明，而且呢已经被吃案一年啊、哦。那我想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到目前为止最新的调查的进度究竟是什么，要跟国人报告，让国人知道，因为毕竟已经被吃案一年了，接下来的调查更要透明化。第二个就是说，有关于相关责任的追究，以及你们整个制度到底是哪里失灵，哪边出了问题，要提出检讨报告。那这些部分明天我们希望都能够看到。那今天呢，我想要先请教的是，现在最新的进度到底是什么？因为我看到昨天的新闻说，四名相关的主管哦已经先被调职了。好，那当然现在大家最关切的就是说，这么大的分量哦，罕见的，它又不是一小包哦，那毒品的下落呢？那这中间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郑姓的菜鸟嘛，因为是由他负责押送的，结果怎么可能会他一个人押送吗？只有他一个人的责任吗？那现在毒品的下落究竟是什么？我想要知道，就是说，就这个郑姓的这名调查员，郑姓这名菜鸟，他现在目前的调查进度是什么？有没有突破？还是他继续坚持他原本的说法，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现在有没有最新的进度？有没有最新的突破？好，各位委员报告哈，我想我们航基站发生这个你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好，是，我们航基站哈。发生这个6多公斤的这个毒品遗失，我们是非常的痛心，也非常的遗憾。那在第一时间我们在上个礼拜二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赶快马上组专案小组来启动调查。对，那所以现在已经一个礼拜的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了嘛。初步调查以后，我们先做的有关相关主管的部分先调离现职啊，接受调查。对、啊、一年都没有通报，这个很明显啊，所以你们立即把他调职了。是。那有关这个郑姓菜鸟呢？ 那有关他们的后续的这些行政跟刑事责任的部分，我们在其实在礼拜天我们就把这个案件刑事责任的部分移给我们北基站来侦办，并且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现在这个郑姓菜鸟人在哪里？你告诉我，谁在负责侦办？他人现在在哪里？郑姓菜鸟还在航基站呢、啊，在哪里？你讲话大声一点啊！在航基站啊，在他是我们航。他还在上班。是啊，还在上班、啊。他还在上班。是。啊，不是应该被抓去调查吗？没有，但是我们那个。交是侦讯，交抓去问吗？没有。有，当然都有啊，这个都有啊。啊，问完了。问完。问完没事，回去上班，回去正常上班。因为还没有掌握到他到底有涉犯到什么样的刑事的责任。好、哦，那如果他有涉及到刑事责任，比如说这个毒品是 他是被谁侦讯？你刚刚讲的北基站跟北基站负责侦讯，桃园地检都有跟桃园地检侦讯。是，然后为什么把他放回去？因为现在还没有掌握他是不是他把这个毒品有侵占，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个航基站
他们集体的说法，是，就说这位郑姓菜鸟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遗失了。这个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接受，什么叫做不知道怎么遗失？这么大一包，这么重，六点多公斤，我扛不动，这怎么可能会掉从车上掉下去，掉在路边，还是搬的时候不见了？怎么可能呢？这样的说法居然整个航机站的主管发现事有蹊跷的时候，他们居然接受了这位郑姓调查员的说法，然后找一年找不到。我先不要讲他们是不是吃案，他们是不是串供，他们是不是串通，这种调查局谁敢相信调查局的办案能力？你现在跟我讲说关键的人，你们问完之后居然让他回去还正常上班，那我接下来就要问嘛，他们如果中间有任何的隐情，有任何的犯罪，一年啊他早就已经串供完成啦。那你们现在居然这个四名主管虽然被调职，这是行政惩处，因为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但问题是说他们被调职，那这四名主管现在也在上班？是啊，调离现职。对啊，就是他们新调的职，他们现在也在正常上班。是。那你们在调查什么？因为除非那有没有刑责，有没有可能的刑责，未来会不会起诉这些人？除非我们已经掌握到明确的证据，他们有涉及到刑责，那如果检察官认为说要做强制处分，要羁押，那当然就不能上班了。我现在就是要问为什么没有羁押？对，目前还没有掌握到明确的证据那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上，因为已经事隔一年了，任何的证据都已经早就湮灭了。第二个，毒品也已经不知道，搞不好都被吸完了嘛。然后你现在，我刚刚说了这些人，拜托，他在调查局上班他又不是一般的犯罪集团，他早就已经串供完成啦。他的说法，第一个我感觉就是说，一年吃案一年，就想说那是都没人发现最好啦，对不对？结果去我们发现了最轻的，最轻的说法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嘛，就顶多调职而已果然现在就是这样那这样怎么可能社会大众可以接受呢？怎么可能到最后，万一像你们这样的讲法，最后真的没有办法真相大白，就让他们所编的故事接受，然后就调职继续在调查局上班，你认为这样社会可以接受吗？各位报告哈。我想我们不会接受照他们的故事来处理了。那当然，因为他们把这个事情掩盖了一年哈，那时间应该已经隔了很久。那现在我们就全力透过各种管道。好，那我请问一下，我看报道说你们不排除夜尿测谎有测谎吗？这些我们都会做。有夜尿吗？都会做。不，做了没？还没做。夜尿已经做了。夜尿。你刚好加工放在自己家，到现在都还有吸毒的状况，然后被你们验出来，但是你们还是要验测谎有测吗？测谎目前还没有。为什么都还没有做完这些动作就把它放回去？我觉得很夸张这些主管还有郑姓菜鸟现在都还在正常上班。就跟我也报告，因为他目前没有证据说他们有涉及到刑事犯罪，然后需要把他羁押，那照我们的公务员的相关保障，我们就应该就是要让他继续上班了。所以你就相信他嘛，你们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他们的说法，他们就是无辜的，不知道为什么凭空蒸发。我们一定会全力来调查了，我们不是等到调查有一定的结果以后，我们一定会。好，那再请问，当时毒品不见了那调查局本部说好，反正问了询问航机站，去跟调查局本部说，为什么鉴定报告都没有来？才发现说，根本调查局鉴识处根本没有收到嘛，科学鉴识处根本没有收到这一份毒品嘛。好，那他们就决定吃案。为什么调查局本部、科学鉴定处发现人家来问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把动作没事情，把电话挂断就算了？那为什么现在被调职、被调查的只有航机站，没有局本部？有局本部吗？有，都有调查。局本部的部分我们也有做调查。那局本部的建设科学处为什么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行政惩处。我们基本部啊，因为我们基本部的实验室是经过 ISO 认证的，所有的这些检验程序都非常的严格。啊，就漏掉啦。没有没有，人家打电话去问他有没有收到毒品，他说没有收到。那然后呢，他也不用去追问说，哦，原来有一批毒品要来，他当时也不知道有一批毒品要来，啊，没来也不知道。后来人家问他说，你们报告怎么还没有写出来？他说根本没有这份毒品，然后电话挂断，就没有任何责任。啊，你们这是什么 SOP？ 啊，你现在告诉我说他还认证呢，他很优良呢。跟委员报告，因为委员刚所讲那是航机站同仁的说法，那是他们事后的一个说法。所以你们的调查，你现在是告诉我说，他们根本没有一个电话去问你们的局本部，连这个都没有发生。他们在到底有没有去问啊？他们在毒品找不到的时候，是有到我们监视科技出来问说，哎，有没有送这个毒品来？对，所以有嘛？监视科有没有接到？有没有接到这个询问？有没有？有接到，那你跟我讲什么东西啊？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已经接到这个询问了，为什么该来的毒品没有来？他也不知道有没有毒品要来。案没有来，人家跟他要报告，他没有交出来，他都不用再去追查、追问、了解，没有报告都不用。我的问题不就是这样吗？委员报告，因为所有啊，你跟我讲说这些很合理，这怎么会合理呢？所有的毒品哈，都是由各单位，因为我们受理的毒品的鉴定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调查局，包括海巡署、包括警察局，每天的毒品会很多。那各单位保管的毒品，他要不要送来鉴定，是由各单位他们自己去处理，我们监视。所以你觉得不会去再去局本部没有任何责任就对了。目前你们现在的调查就是局本部没有任何的责任。目前科学监视科虽然接到一个这么奇怪的电话也无所谓。目前我们初步的调查认为是，监视科学处。因为如果监视科有警觉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吃案一年啊，不是吗？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那时候接到这通电话是已经拖多久了嘛？因为已经拖了一阵子了嘛，他应该要的报告奇怪怎么没有回到基隆嘛，对不对？他才去问的嘛。那这样监视科也没有任何的警觉啊？你也觉得这样监视科没有错？这个检讨都不需要任何的检讨？你刚才跟我讲说安尼无问题，安尼哦，安尼敢对？你明仔载要安尼搞报告吗？我们是有做初步调查，我们认为监视科技处在这个部分的程序的所有的做法是没有，他是没有责任的。那个局长，你明天要来专案报告，还好我今天有问啊。你明天这样的专案报告，我们是万万没有办法接受哦。你告诉我们说局本部通通都没有问题，那所以不用检讨，没有漏洞。检讨。然后他们呢，行政疏失而已，也没有犯罪的任何的证据，也没办法调查四个人其中。那为什么那四个被调职啊？那个这个郑姓菜鸟为什么没有任何惩处？为什么？会惩处啊，后续还会惩处啊，因为等不是你现在你昨天宣布只有四个主管，没有他、啊。那是主管的部分，主管的部分先把他调离主管的职务。那正在等什么？为什么他们没？为什么他没有惩处？其他的部分我们要等调查比较明确以后才来厘清他的责任的轻重，再做行政的惩处。而且惩处有一定的程序，还经过。考机会的这个讨论，所以你们认为说这个郑是最嫌疑最高的，这四名主管没有任何嫌疑，只是行政疏失，然后呢没有把这个事情爆出来，所以只要调职。没有，我们没有。那不然为什么这四名主管不是也等到调查结果出来再调职？主管这标准在哪里？所以你觉得他们跟这个郑之间没有任何串供，没有任何嫌疑？我们没有排除任何可能。不是啊，那你现在的处理就不一样嘛。我们你对这四名主管的处理跟这个郑姓调查人的处理就不一样啊。主管的部分我们认为觉得他们在监督上监督不周，这一部分我们局长可以先做处理。那郑他运送毒品不见了，这不能够处理吗？你不能够先处理然后再继续调查追究刑事责任吗？行政的处分要再先经过调查以后才能够确认，才能够看他的责任的轻重啊。比如说要记是不是要记两个大过免职或者记一大过等等的情况嘛？因为要看他的情节轻重的不同。好，我跟你讲，我们时间有限，我本来要问其他的题目，还好刚刚那个刘世范委员还已经问了我本来想要问的那个，但现在其他的也没有时间问了。我只是想要讲说，从我今天的询答，大家就非常担心
今天调查局是只有这个基隆站官官相护，到底发生了什么狗屁倒灶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一年了湮灭，这些都是专家，证据也不见了，说辞串供也串供完成了，那调查局本部的调查究竟是要掩护自己人，希望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还是说真的要调查到底？你们的态度我到现在我觉得我非常的质疑。跟委员保证我们绝对会全力的清查追究，严格来追究他们。不是啊，你现在我就已经感觉上这个怪怪的啊。啊，那还是说你们市民主管先赶快来做一个，免得社会大众哗然，压力太大，先把他们调职再说。最后这件事情不要因为时间的关系草草了之，真相不明，不知道搞成什么样的状况，结果这些人还继续在调查局上班，只是惩处记过调职。我先告诉你哦，这是社会没有办法接受的。好，谢谢主席。